乌来了，小雪快跑！不是小雪，我不跑。任何，跟我走。啊！不是小雪，快交出小雪！对不起，我被发现了。当雾散了，小雪安全了。小飞姐姐，都怪我。没事的，小雪，都是我没能保护你。大雾来了，小雪快跑！不好，小雪，我们快走！我不走了，小飞姐姐，我不要你们再为了我遇到危险。我们是你的好朋友，保护你是应该的。不是小雪，我不走。大宝哥哥，小雪妹妹，别担心。喂，我是小雪，你怎么还不来抓我？你怎么这么着急让我抓你？难道你不是小雪？我当然是。那跟我走吧。大人，我把小雪带来了。你又抓错了，这不是小雪，你没看见这是个男孩吗？我就是小雪，是你看错了。你是不是我不知道吗？你当然不知道，不然你问问小朋友们，他们都认识我，我就是小雪。小朋友们，这个短头发的小男孩真的是小雪吗？是的话，你们发送11告诉我；不是的话，你们发送22告诉我。发11啊，伙伴们，和我一起保护真正的小雪。大家都在发送11，看来你真的不是真小雪。哦，小傻瓜，我是天使，可以听见你心里的话。可恶，把他扔回去，带回真正的小雪。不是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不要！不是真的小雪，交出真的小雪。大雾散了，小雪安全的。大宝哥哥，小雪，快离开童话王国吧，我们帮不了你。天使他有读心术，怪不得他一见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小雪。可是我不想离开大家，我想离开童话王国。可是你想被天使带走吗？我也不想，可现在没有办法了。想完了呗？你们怎么了？黑暗老爹，黑暗老爹，你来童话王国干嘛？这里不欢迎你。今天不搞破坏，你们跟我说说那个天使是怎么回事？他是恶魔堂来的假天使，为了变成真天使，他需要善良的人跟他做朋友，所以他一直抓小雪，是为了和他做朋友，成为真正的天使。没错。我可恶，这样太可恶了。这样的他，小雪才不会跟他做朋友。是啊，小雪不愿意，他就一直来抓小雪。不行，统合王国的人只能我老爹来欺负，其他人不行。孩子们，你们躲起来，我来会会那个假天使。老爹，放心，别，我也会魔法。哎呦，这个真小雪怎么这么重啊？算你这次有用，带回来了真小雪。放心，等我变成真天使，会好好奖励你的。谢大人。假天使，我是不会和你做朋友的，你做梦。这可由不得你，恶魔之力，黑暗之力。你不是小雪，你是谁？我是老爹，走你。以后不许来童话王国捣乱。小伙伴们，老爹今天帅吗？觉得老爹今天帅的发11，觉得我不帅的不许发22。我们下期再见。